兄弟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参加救恩精神教会福建主日敬拜。主耶稣做咱智慧，和咱通活去，伊是咱的一切，咱要信靠伊，将权能荣光归乎伊，耶和华咱的上帝。历代志录上16:27-29节。在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在伊的所在有权能甲欢喜。百姓中的特族啊，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。大利米来到伊的面前，着用圣洁的净塔敬拜耶和华，阿门。咱来做伙同心祈祷。阮伫天呢一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，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去，着求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天地权柄荣耀拢是你个，得到永远。阿门。阮来奉献俄罗斯祭，也用感恩喜乐的心来进入主圣殿献祭祭。Thank you.
我的心大欢喜，我的嘴必吟诗阿罗耶和华，永远无煞，万国拢来敬拜伊。耶和华我上帝，万国拢敬拜你，对一地到一地，对一世到暗暝。耶和华我上帝，万民向你归路，对一世到永远，无路亲像无线。想你，我用诚心敬拜你，高举你圣名。诚心敬拜永无算。
今天这个圣诗经文是记载在米迦第六章第八节。人啊，伊捌指示你什么时候，耶和华爱你什么，独独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三甲行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听堂伊为语的人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大家阿头，当来做一祈祷。天父的主，感谢你，现在继续有这段合适你为句的时间，愿主的信心继续引传带领，做咱的老师，开咱熟灵的耳根，叫阮会来听明白上帝的话语，也会来照上帝的话语来行。安尼款的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今日牧师来甲恁分享的题目就是甲上帝斗阵行。爱看的经文是对一个旧约圣经一本的碎碎本的小先知的册，叫做弥迦的一本册来写。弥迦这先知是上帝的仆人，是伫什么的环境内面会来写这本册呢？就是当伊的时阵，以色列人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，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。在这四十年内面，咱看到无有惊慌，也无有怕战，一切拢真正的水，一切拢真正的这顺利。等伊人规矩过了，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好事的时阵，那一寡以色列人伊就将上帝忘记了，伊就离开了上帝，所以因做咧上帝就切开了。这个以色列人，而且这弥迦先知甲以色列人讲，写了这本册，敢讲上帝对伊的这个百姓所五万所爱的物件是什么呢？上帝爱的是什么的物件呢？上帝爱的是不是关于以色列人会来常常将这寡牛啊、羊啊来献上献祭呢？不是。因主上帝爱的是什么呢？上帝在这弥迦书里面跟伊百姓讲，上帝爱的呢就是咱这个人，上帝爱的呢就是咱关于会来将咱的心会来献上献咱的上帝，上帝爱的就是咱的心，甲主的心会使两座成，甲主会来去担心，咱会使将咱的心完全100%的，会来献上献咱的主。所以因做样的姊妹，咱的主对咱说五万的物件是咩？是咱有的物件，咱会使献上帝的这物件，就是咱的这个心。所以圣经甲人讲，上帝爱的是什么呢？上帝唔是伊讲爱家己的上帝斗阵行。啊，你看到上帝的话句讲，唔是讲爱家上帝斗阵行，你的上帝斗阵行。所以伊讲讲家己的上帝，意思甲人讲呢，是咪上帝唔蛮咱家伊之间有真正密切的这个关系。所以上帝唔蛮咱对伊的明白，唔是单单知识的明白。上帝爱咱对伊的明白，是有生命的明白。真正个人的明白，咱会来经历到上帝。所以咱常常爱家一个人斗阵行，咱爱明白的人，对无哈？所以咱袂一个家，即咱袂明白的人斗阵行哈，咱拢看会担心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咧，因做兄弟姊妹，咱讲咱爱家上帝斗阵行，咱就爱来明白咱的这上帝。所以咱会来明白上帝，咱会来家主斗阵行的时阵，是咧兄弟姊妹，在咱的人生的道路里面，较过行。当步，就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在咱拄着问题时阵，咱常常会来有五万，等咱常常会来教上帝斗阵行。所以，因做兄弟姊妹，教上帝斗阵行有啥物益处呢？咱看了头一益处，就是咱无变做物件，有但是咱拄着怪的物件，咱唔知怎样来讲解决，但是咱那是有家做斗阵行，做甲咱弟弟，做会来帮助咱，会来赢过。咱的一切做无因为咱，可咱相信耶稣的时阵，咱什么的问题拢无，咱真正会平安，真正会顺利无。兄弟姊妹，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有但是咱会拄着健康的问题，咱的经济的问题，咱甲咱之间一寡的问题，但是咧，上帝甲咱讲，伊在咱的中间会来去行走，伊甲咱指点，伊行咱归来。
会来赢过这一切军队，这些兵书记会知道一定不可能靠上帝讲，我爱地理的中间会来去行走，我爱做你的上帝，你爱做我的主民。所以上帝向你这边，上帝是地咱的中间会来行走，常常给咱地的啊。所以因做咧，咱愿意会来家主到顶行的时阵，啊，我主会行咱过来赢过一切。所以第二项物件。那那是家族到顶家，诶，一做是咩咧？咱会来得到安慰。四篇二十三篇，咱真正熟悉诶一篇诶四篇。第四节里面甲人讲，是连讲我虽然行过死荫诶山谷，也未惊遭害啊，因为怎样咧？你就是上帝甲我指的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咱看。咱的上帝是常常给咱伫地地咱的身边，也就是的上帝。无论咱拄到什么款，也是问题，上帝拢无离开咱，上帝拢伫咱的周围，上帝听咱，上帝关心咱。所以因做遐个姊妹，等咱也来了解，安尼款的道理的时阵，无论咱拄到偌大一个问题，偌坎坷行的路，遐个姊妹，咱的心内也来得到真大的平安的知影。啊，咱有一个帮助，上帝爱来帮助咱，咱的上帝是真正乐意会来帮助咱，也是伸出伊的手，会来真正欢迎咱的。所以第三方面，等咱甲上帝斗阵行的时阵咧，上帝会来帮助咱。是必然会配第四章，十六章甲咱讲吼，咱会使来到主耶稣恩的宝座前，求怜悯，得到恩惠，最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因做遐个级别。我唔知影，你目前可能所经历的是什么会看的物件，但是咧，咱看了，咱有一个帮助，咱的上帝就是在咱的身边，等咱愿意，会来求助伊，等咱会使，愿意，会来用伊来祈祷的时阵，上帝很难归啦，上帝爱来帮助咱，上帝过一摆，那是跋倒的时阵，上帝爱一摆将咱扶起来，啊，叫佮归啦，很难归啦，会来向前，会来去行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咱那是无上帝，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在咱单单只的生活中间，咱拢有真多问题，真多的烦恼，真多的这担担。所以咱家己一个人就爱担一寡的担担，但是咧，上帝听咱。上帝爱来帮助咱，主耶稣也把安尼款的甲人讲，伊讲我就是世界的光，光对我会定着，无伫黑暗内面会来行，特别爱照着生命的一个光，是灵兄弟姊妹。无论吼，咱的日子就但是是偌黑暗，但是咱的知影，咱的主是光啊，咱那是甲因斗阵行的时阵。啊！伊就爱来照光，咱前面嘅道路，就伊就爱怎样咧？爱来引穿来锻炼咱，所以因做下你这边这条路啊，人生嘅道路有阵时无好行，但唔免靠自己来行。上帝随时在咱嘅身边，咱若是愿意伸手，咱嘅手轻易来扛；咱愿意来甲做到顶行，就爱来帮助咱，就爱来祝福咱，所以求助帮助咱。咱下来将上帝话句列条伫咱的心面，列条办列条条伫咱的这个心的内边，叫阮实在会来扭住，来看咱的手，咱愿意加住来到顶家，请咱大家阿头，咱来做这基督，听管理主，管来感谢来侮辱你，很难对着你话句过把一怎样，主的是一直为听咱的上帝，关注来帮助咱，咱管理单子。要来成就咱的手，兄弟来看，兄弟来锻炼咱，关注修行咱，但但只要来甲恁斗阵行，一直伫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要来经历过较侪你家己的稳定，安尼款的基督感恩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的真正有好，咱就来依靠。
请咱大家来阿头，咱做神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这般宝座顶面永永远远做王的咱的主耶稣基督，达至拢将伊的快乐赐行咱，达至拢将平安的福赐行咱。愿咱的主在达至的生活的中间，能救咱脱离一切的灾害，保护咱的一个性命，无论咱出咱入，拢有咱的上帝常常甲咱庇护，对咱祈祷应允，关关，阿门。我更甜，我更甜。
兄弟姊妹，祝福你平安，我们后期再聚会。